朋友们，这几天有一段话比较火啊，有个富婆说啊，如果生活扛不住就不要扛了，搬过去给她住。我也想去啊，可是我上有老啊，下有小啊，去不了啊，扛不住也要扛，背不住也要背，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今天的东西，碳化一张皮啊，非常的雄姿，非常的牛啊啊，跟盘的走势也好，出资也到位啊，一张皮了啊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块啊，嗨，看一下这颗跟盘也非常好啊，出资也非常到位哦，爽歪歪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野柿子啊，好吃又好看的野柿子啊，给小弟留个双击，留个关注。